国城商圈在假日热闹非凡，除了有弄狮表演，还有三太子见面会和李明同乐。大猩猩和三太子一起跳舞，引起在场一片惊呼，民众抢着跟大猩猩合照，现场几乎成了大猩猩见面会。在这个这么美好的一天里面，天气这么好，大家可以在这边又有佛祖的庇佑，又有我们商圈好吃好玩好的一些产品，这些都是大家辛苦，大家一起努力合作的。国城商圈举办特色商品促销活动，结合了浴佛节法会及母亲节庆祝活动，现场还发放免费的棉花糖、冰淇淋和气球，现场打卡还可以获得摸彩券，包括立委王正旭、市议员吴华嘉都到场，大力推广商圈美食。那我们也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好的产品，这个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而且是很新鲜的一些产品。那其实更期待的就是未来整个社区的推广，除了现有的大老板们的成果的同时，我们很期待新生代、中生代都能够努力的来进入到商圈里面做更多的开展。期待的是未来我们的社区可以更活络，让整个社区得到国家、得到社会的帮助之下，可以让所有的社区的民众得到更好的发展。高兴可以以一个市议员的身份来协助我们国家新城办理这样子的活动，你也希望说让我们国家新城的居住环境还有我们各个店家的生意可以越来越好，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服务的话，随时可以来找我，也可以常常到花店来坐坐。国城商圈特别准备了当地的伴手礼供民众选购，有杨家现炸的排骨、酱烧海鲜饼，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民众来国城商圈走走消费，品尝商圈独特的饮食文化。记者黄少明，金融报道。